大家好，谢谢你们今天来。这个演唱会已经倒数了，还有三天是吗？对，三天。非常可怕。但是我自己是很期待，然后也希望可以在我人生的第一次的这个舞台上的演唱会呢，可以给大家一个难忘的一次相聚。那我们也知道欣姐好像已经筹备在台湾密集训练一个月，对不对？那现在筹备的心情怎么样？那倒数三天嘛。其实我们整个演唱会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了，在半年多前，然后两个多月前呢，我就特地跟马玉芬老师，就小芬姐，上这个声乐课。因为毕竟我已经20年没有真的就是没有很多上舞台的经验，而且这一次是举办个人的首场演唱会，所以我心情上是特别慎重的。那小芬姐帮了我很多忙，然后后来在演唱会的前一个月，我就到了台湾，有做一些肢体训练，但不是跳舞了，不是那一种，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舞蹈，然后有一些肢体的表演，然后所以呢，现在就非常期待当天晚上可以把我们整个团队辛苦了这么多时间，然后我们所筹备安排的整个节目呈现给大家。好哟，好哟，先看中间哦，谢谢。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左边。左边，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对，稍后一下哈。来，中间我们在最后一 round 哈，来在这个中间。来右边。来左边。好啊，那因为演唱会我们即将在7月20号，也是最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演出。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呢，也要赠送你一个特别的大礼物。那为了这场演唱会，我们希望能够顺顺利利，因为大家在演唱会一定必须要有他，没有他不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乖乖出场，还有我们的乖乖总经理简总经理，谢谢。欣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这次非常的开心，然后很荣幸。哎，乖乖，我们往前站一点，谢谢。很荣幸能够能够得到这个乖乖的支持，我的演唱会。谢谢。对，因为我知道。台湾有个习俗，就是大家开工拜拜的时候一定会有乖乖保佑。我曾经就是来台湾，好像是今年吧，就是大家开工的时候，我就坐在车上看到，哇，路边所有的店面前面都摆着桌子，然后有很多的乖乖。那所以我想我的演唱会有乖乖的加持，一定会非常顺利，非常成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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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我们也很高兴这次能够跟欣姐就这样合作。那我们觉得是欣姐从我们又看她从歌手，然后影后，然后现在导演，那其实给我们很多力量。那乖乖刚刚也是在市场上给大家一个健康快乐的形象，所以我们觉得这次的合作是我们的非常的惊喜。
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欣姐。谢谢谢谢谢谢你，你这个是要送给我的吗？哇，这大宝的乖乖，这个是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乖乖能够预祝这次演唱会欣姐演唱会能够非常的成功。谢谢。哎，这个乖乖上面有盛开我的名字，叫李欣姐演唱会，这是特制的乖乖，特制的乖乖，这个地球上就这么一包。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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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那我麦克风先帮你们拿一下，我们做一下拍照动作，谢谢。乖乖，好，乖乖那一带也是。哦，好。来中间哦，中间先帮我们看一下中间，嘿。乖乖娃娃，我们往后面站一点，先接出来一点，你很好的。乖乖的帽子。好，谢谢谢谢。来，我们右那个欣姐的右手边。好，中间再一次哦。乖乖再靠欣姐近一点。好，再问一下。再后退一点，乖乖再后退一点。我来移。好，好，那我们左边看一下哦，视线往左边。左边这里。好，右边谢谢。右边再一次。然后左边，中间，左边，左边这里，谢谢。来，左边再帮我们看一下，谢谢。可以吗？来，中间这里再一个，好。